台南市南区四坤新龙山寺是举办两天全台清水祖师的文化节活动，包括咱的政府，阁有咱的民意代表，过来为是拢来甲四坤新龙山寺来上香祭拜。总共是有全台湾40尊这个清水祖师来伫这个四坤新参与文化节活动，场面是非常的热闹。义工义士全台清水祖师文化节的活动隆重登场，这段活动由着台南市副市长叶志山。台南市南区龙山寺主委吴志祥、立委陈定辉以及市议员张丽珍、南区区长萧秀华等人前来四坤新龙山寺上香参拜，总共有全台40尊清水祖师聚集到四坤新参与到文化季的活动。清水祖师的这个文化节活动，参咱四百人来做一个结合，嘛来展现着咱清水祖师的这个信仰文化。尤其这次嘛办理了研讨会，透过研讨会，透过学术单位，因的研究，予咱清水祖师的信仰文化更加深入，这个将近300多年来，会当讲咱这个所在，大家对清水祖师的信仰文化参在地生活，做一个非常好的结合，透过研讨会来做一个探讨。台南市南区龙山寺主委吴志祥表示，这次结合着台南四百举办清水祖师文化节的活动，并举办清水祖师文化交流协会会员大会，和全台所有会员更加密切来结合，发扬着清水祖师的精神。清水祖师的时阵哦，请来吃，包括这个咱迄个咱台湾哦，迄个清水祖师文化交流协会。嘛有到会员大会，今仔日嘛轮到一只同事的进来，所以讲有来做吼，咱遮各地咱遮的服侍这个清水祖师的吼，咱遮好朋友来遮共享盛举，主要嘛有到有新沙的推广个咱遮昆新蚵，个咱遮蚵啊昆新蚵吼，啊吼大家来遮会当享受着这个美味吼，知影讲咱昆新的特产就是这昆新蚵。南区龙山寺表示，清水祖师文化对地神宫来台了后，就持续扩大到全台，并且四坤新龙山寺更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，庙方保佑着文化，展现着清水祖师信仰的文化，甚至透过着研讨会甲在地结合，保佑着台湾顺利平安，家家户户幸福快乐。记者陈阿新，南区采访报道。